那我们委员数已经照常会议开会的会议人数，那我们会议我们先开始。读前次会议记录。宣读108次会议记录，报告案1，直辖市定古迹景美及应庙堂社区文化馆新建工程案涉及文化资产保存法第34条规定报告案。结论：直辖市定古迹景美及应庙堂新建工程，基地范围文山区景美段五小段379/379-1地号等2B土地。未有文化资产保存法第34条所列有破坏古迹之完整、遮盖其外貌或阻塞其观览通道之余，同意备查。审议案1，大安区潮州街55巷246号建物文化资产价值审议案。结论：本案经委员综合讨论后，并有出席委员之同意决议如下：一、同意登录潮州街55巷246号为历史建筑，登录事项请委员参阅；二、本案依据文化资产保存法历史建筑纪念建筑登录废止审查及辅助办法办理后续事宜。案二，民众提报案件温州街日式宿舍群列册追踪审议案。结论，本案经委员综合讨论后，并由出席委员致同意决议如下：一、和平东路一段248巷以西、温州街18巷以南、泰顺街以东、云和街以北范围启动文化资产价值审查程序；二、温州街52巷1、3、5、7号及2、4、6、8号、云和街1、7-1号持续列册追踪；案三、大同区重庆北路2段118号、114巷27号建物文化资产价值审议案。结论，本案经委员综合讨论后，并由出席委员一致同意决议如下：一、大同区重庆北路2段118号、114巷27号建物不具文化资产保存价值，不指定古迹，不登录历史建筑、纪念建筑，并同意解除列册；二、建议于后续都市更新审议程序中，将立面装饰及骑楼元素并同纳入设计考量；案四、直辖市定古迹蒙甲清水岩修复计划审查暨古迹定着土地范围审议案。结论，本案经委员综合讨论后，并由出席委员一致同意决议如下：一、本案修复计划原则通过，请依委员意见修正或补充送本局复核；二、同意右护龙纳入直辖市定古迹蒙甲清水岩古迹本体范围，公告事项请委员参阅；三、本案请庙方依文化资产保存法第24条第5项规定办理说明会、公听会，并将说明会、公听会记录函送文化局后，再行依据文化资产保存法古迹指定及废止审查办法办理后续事宜。以上请委员确认。好，针对以上的会议记录，各位委员有没有要求改进的？我们现在会议记录有很多是委员共同一致去同意，实际上那个案子我个人是反对的，所以我觉得是不是将来这个不能说是委员一致同意的，那就是说你可以写经大多数委员同意，或者多数委员同意都可以，你不能写一致同意。好，这个跟徐老师一起来做修正，还有其他来出席只有两种，再只有两种，一致同意或是投票，只有两种。如果没有一致同意的，就是投票。我们还要再投一次吗？这个案子是那个可能要从这一次开始，如果没有一致同意，就是投票。只有两种，哦，那中央的还是。好，那如果没有其他修正意见，我就予以备查。今天一共有第一个报告案9个审议案，首先进行报告案1，台北市政府警察局外墙整修工程涉及文化资产保存法第34条规定报告案。案由台北市政府警察局外墙整修工程涉及文化资产保存法第34条规定报告案，报请公介。依据文化资产保存法第34条。办理情形：一、有关台北市政府警察局外墙整修工程，基地位于中正区延平南路96号，坐落地号为中正区城中段2小段642/642-1地号等2B土地，
宁静直辖市地府及台北公会堂和宽建筑师事务所于107年7月27日函送台北市政府检察局外墙整修工程报告书过去。二、本局于107年8月21日召开台北市政府警察局外墙整修工程涉及文化资产保存法第34条报告书审查会议，邀集文资委员刘淑英、薛晴、李前堂及相关单位与会。会议结论如下：一、经委员讨论，本案未有文化资产保存法第34条所列有破坏古迹之完整，因为遮盖其外貌或阻塞其观览通道之余；二、本案请依委员意见求证书图后，后续将依规定提送本府古迹文历史建筑、纪念建筑、聚落建筑群、考古遗址、史迹及文化资产，及文化景观审议会报告。二、本案文化资产保存法第34条报告书记古迹保存计划审议件。那这是本案基地范围图，黄色的部分是台北市政府警察局的范围，那紫色的部分是台北公会堂。那这是现在的现况图，那这是修正以后的修建以后实况模拟图。拟办一、台北市政府警察局外墙整修工程未有文化资产保存法第34条所列有破坏古迹之完整、遮盖其外貌或阻塞其观览通道之余，你请同意备查。二、本案依结论办理后续。以上提请委员讨论。针对以上报告的你们意见，各位委员们请讲。好，没有话我们审议。审议案直辖市地古迹营生和修复再利用计划审查。修复及再利用办法第13条办理。办理情形：一、本府于民国87年5月4日公告指定林松阁为直辖市定古迹；二、本案系本局106年补助所有权人办理直辖市定古迹林松阁古迹修复及再利用计划函测绘工作，补助额度为原平面经费之80%，以新台币81万7300元为上限。三、本局曾于106年10月23日、107年4月26日邀请李晴阳委员、张根群委员、谢二委员、李富国委员、薛晴委员、蔡元安委员及刘淑英委员，召开其中级期末报告审查会议。期末报告审查会议结论对一，原则是修正后同意通过，请依委员审查意见修正后送的不复审，会议请委员观看附件二。四、北投营松阁于107年5月26日解送期末修正报告书及修正意见修正对照表，提送本局办理复审。经检视业议委员意见修正清化内容，原依据古迹修复及再利用办法第13条，提送本审议会办理审议。那以下是古迹营松阁相关的资料，包括公告、定着的土地，那这是修缮前的旧照。那以及从2015年开始办理紧急抢修后的现况照片。那拟办，本案拟提请本审议会审议，并依审议决议办理后续修复再利用事宜。那以下请执行团队进行简报。好，是不是有登记要报告的？感谢。主席委员，大家早。那台科大王慧君老师因为今天早上有另外一个会，所以由我给我主任来报告。简报内容我们包括新建历史、新修变革特色跟现况，第二个古迹指定范围跟文化资产价值的评估，第三个是再利用计划，第四个修复原则跟建议，第五个修复经费。因为内容比较多，所以我会速度快一点。那根据修复再利用计划的报告的法令内容，修复计划是必要事项，以及再利用计划是必要事项，我们在报告书里面对应的章节。那这个案子其实从4月26号的期末报告审查会，到6月6号的期末审查修正经局内确认，到现在的一个审议大会。
基地在这个地方，旁边是两岸温泉会馆，北边是北斗博物馆，西边是春天酒店，这边历史，那这边有一个，这边是和风，这是一个1930年代的北斗地图。那从文松阁那个在林东阁那个时候1912年的温泉公共浴场，到1930年代林东阁，这里已经地图上已经有标示啊。1932年的地图，其实也看到它建筑配置的一个状况。从1938年的照片里面来看，它已经有扩大建筑。从现有的资料，我们原来看到它原来的是银松庵的这样的一个名称。那新建在昭和6年，是常伟生建造。那在1932年已经看到《日新报》的介绍。那壁串上面其实另外写的是1934年。在西栋二楼的估价上面的那个栋闸。在1938年的时代，所以它其实，所以银松阁到1950年，它是跟现在的配置基本上量也是比较接近的。所以我们大概可以看到几个年代啊，从1930年建筑到1932年的地图，可以看到几栋分栋的铁管的一个状况。到1934年，它有。1934年有7个房间的记录啊，1938年1层楼改为2层楼啊，那到光复后面有几次的增建，到现在的规模。那我们图上可以看到有蓝色、红色、绿色，是它在不同年代的时间的一个扩建的状况啊，那这个也是从历史资料里面去查对以后整理出来的一个。规模的一个变化。那这个是目前建筑外况，那因为也正在进行紧急抢修，所以有一些钉架的工程状况。那这是目前室内装修。那我们也看到，经过过去在北投银松阁这个温泉旅馆的这个年代，事实上它的装修规格是蛮高的，那也还保有这个汤屋的一个设施。基地范围目前是地号33跟34，那有几个国有地32、35跟97，这个部分我们在建议在报告书上面是建议把它纳入为整个古迹的保留区。古迹的本体范围是红线的部分，那其实这个橘色的这个色块是增建的范围。那但是在我们在这一次的报告里面，我们会建议保留必要的再利用设施，作为未来再利用的一个需求。另外一个目前台北市古迹的公告内容里面，我们会建议在完成年代修正为本来是1930年，修正为1931年。好，那在1932年新建完成啊。那土地使用部分目前是维持目前是特定专用旅馆住宿的特定专用区，那我们建议是维持。整个文化资产价值的评估包括在北投地区的龙奶汤、金奶汤是过去的温泉建筑三宝，但事实上目前只剩下银松阁啊。那历史及代表性就是。OK， 好。那包括建筑特色的部分，包括平面特色，都维持很好的日式昭和年间的平面设计风格。再利用对吗？其实过去的广告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到有料理啊，还有旅馆的一个设施。所以目前我们在跟业主这边讨论，也是希望未来使用餐厅旅馆。我们提过几个再利用方案，经过讨论以后。再往下，经过讨论以后，大概会趋向
旅馆加餐厅的方案，以及旅馆为主的方案，对，这样。好，这是室内格局的一种方案，对。这是二楼把原来隔间打成恢复为大广间的一个状态。好，这是汤屋的状态。好，目前有无障碍设施那个无障碍设施的一个建议状。好，其实在现有的室内装修里面，我们是建议有局部的保留。那这个往下。局部保留里面，我们经过一个分析的方式来判断哪一些是保留，哪一些是可以重新来做。包括基础的修复建议，对，包括地板修复以及屋身木构架，对，外墙以及内墙，还有门窗修复，还有景观的修复，挡土措施，还有补墙，那排水系统以及同理方式。因应计划的部分，其实现在的建蔽率是超过的，那我们会用因应计划来解套，来说明。经费大概，因为我们刚刚提的两个方案里面，大概是1.3亿以及1.4亿。好，以上说明，谢谢。好，针对以上的报告，各位有没有请求跟参加？不可能说留下这一小块土地是他们的，然后这一块土地变成
编的，所以这个部分可能要经过确切的鉴鉴，好，然后呢，这个所有权的这个范围啊，必须要弄清楚，我们才能够划定范围。谢谢。那要不要请所有权人来补充说明这个土地方界限的部分？我每个月都付租金的。是刚包括刚刚讲的这几个停车场这后面的停车场，这白色阿西建筑那中间那一块地是财政局，我们每个月都有付租金给这个财政局的。边际外财政局一个不是，他现在只有32跟这个35，啊，这两笔是公有。刚刚我提到这个。对，这边要厘清，这个要厘清，主席。土地厘清或重新再公告的事情，再去查。它主要这一次它有修复再利用，那个范围差一点，再去间接查。好，针对这个修复再利用计划，各位委员会其他意见？没有的话，我们是不是呼吁通过备查？好，谢谢。谢谢。我利用短短5分钟时间介绍。我首先要感谢文化局，尤其是承办人周家娟小姐及各位文资委员对于民众的这个修复所做的努力。因为我跟我先生龙宇去美国24年，为了这个修复民众的，我们回到台湾。我们从96年到现在，我们所修复民众的花的费用，包括整合费用，花了4000万。所以我希望以后这个文化局能够高抬贵手，因为我们所花的钱。从96年，我们跨海打官司，为了是把民众拿回来修复，但是我先不赢，他所做努力他没办法看到。我们现在要做的努力，不是为了我们要再度营业，为了是整个北投这个观光景点。我们到现在，我每个月不吃不喝，我一个月要花15万，我整个我修，包括这个修啊修，这个泥土外面怎么？这个环保局都知道，他一告诉我有什么问题，我马上就修，一修就2-3万，钱都这种，所以我希望以后文化局可以高抬贵手，因为我们花了4000万，这个、我相信全。不好意思啦，那个我们这3年都帮你提那个补助了嘛，哈、哦，那有需要的话，我们再请那个承办人跟你联系啦。今天因为文资会，好不好？谢谢哈、哦，谢谢。第二，直辖市市定古迹及美籍庙古迹定准土地范围审议案。依据《文化资产保存法》第18条，古迹指定配置审查及补助办法，依景美籍庙于74年8月19日公告指定为古迹，古迹定地址为台北市文山区景美街37号，会载明古迹定着土地，公告详附件。106年10月22日，本市税捐稽征处函询本局有关直辖市定古迹及美籍庙古迹定着土地范围，略确认古迹定着土地范围，本局前于107年1月3日邀集文资委员民富国李前南、张天全、刘淑英及薛琴老师召开市定古迹景美籍庙定着土地范围审查，专案小组已现场勘查，会结论详资本资料。初步建议以文山区景美段39、39-1、31031-2等、31031-329、293-6-1部分、302-305部分、309-5部分、309-39-4部分、302D号等14笔土地为古迹定着土地范围。二，因上一阶建议范围涉及国有及私有土地，后续将再邀集所有权人及相关单位再次办理专案小组会勘。本局复于107年2月21日再次邀集文资委员民富国老师、李千亮老师、张天全老师、刘淑英老师、薛琴老师及公有土地全管单位再次召开定着土地范围专案小组现场勘查，会议结论详资本资料。那各地号的全管单位说明如下：一、景美籍庙
部分为文山区及北段五小段三七九、三七九之一、三一零、三一零之二、三一零之三、二九八跟二九八之一地号。国有财产属的部分为文山区及北段五小段三三六之一、三三六之二及三八二地号三笔土地。台北市柳公镇农田水利会为文山区及北段五小段二九七。三零二、三零九十三、三零九十四跟三零九十五地号的五笔土地，新北市政府财政局为文山区所有土地为文山区及北段五小段三一五、三一二一、三二七跟三三三地号四笔土地。那这个是景美基金庙的相关公当时的公告，它并没有标示土。定做土地范围，那这是它的地基地形图，这是土基本体的部分，那这是现有的土基定做土地范围图。那修正后的土基土地定做范围为洪荒类的区域，那这是土地权属示意图的部分，咖啡色的部分为景美基金庙所有。橘黄色部分为财政部国有财产署，绿色部分为新北市政府财政局。